安，我是陆克，今天来分享，这是克雷曼地狱级的三成就队伍，顺便实战魔王利姆路。现在区域强化的建筑物等级开放到20等了，加成非常失控，合作关卡打起来会超级爽。接下来看到支队的注意事项，魔王都爱用专属武装，迪亚波罗要盛典或宝鸟，尼克武装要能进场减 CD， 时光牌要满等的孤身独战的无畏，也就是俗称的石油牌，区域强化建筑物等级要全满，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不用管，案外无效。靠尼可记忆盘面。这样子刚好能手交泉水。要让拉斯亢奋，顺便让全队内线防守。别忘了魔王记忆能无视红绿灯。直接全满光 EC， 这边的智慧之王其实可以省，但条件有点复杂。靠迪亚布罗巫师反手交盾，这家伙连 EC 的价值都没有。以上就是这次克雷曼地狱级的三成就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